一千，你要把电费交一下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等会儿，你还是当着我俩面重新数一遍吧。为什么？这多一张少一张，到时候我俩说不清楚，我俩就也怪麻烦的。小人之心了，你俩，我还能坑你们啊？数数比较好。小心点，一、二、三。呀，老板，你一会儿白头发。白头发？别往你镜上拿。给我摘。数几了？啊啊，三三三。4、5、6、7、8。啊、你看是不是少一张？幸亏数了一遍，要不然我俩就背锅呀。对呀、啊，太冤了。刚刚数的是1000了，那这够了吧？这个够了，这会儿够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还一根白头发。哎，你多少来着？啊，没了，这会儿就这一根了。没了，没了，这没了。不对呀、啊，咋了？给我，你俩是不是套路我呢？没有。我刚刚人家数的是1000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是啊，是吧？没错吧？赶紧去啊！哎，那好走吧。哎呀，我大的人，我小心点啊！来，我帮你，他是看我呀，着急用呢。哎，招头。